7月20日，金牌经纪人霍汶希就任达华遇刺事件发博称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大家请放心，并配了一张任达华与狗狗照片的合照，照片中的任达华帅气温柔。7月20日，任达华在中山参加一个商业剪彩活动时，突遭一男子近身行刺。目前任达华无生命危险，正在医院治疗，而行凶者被当场制服，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。